协助红军筹款呀，是我分内之事。如果这件事情能够得到你叔叔的支持，那就再好不过。你就是触破了天，这个钱我也不会捐。你们放开我！你们就随便不问青红皂白就把我抓起来了？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你怎么能这么糊涂呢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真的是不知道啊。